大家好，我是田宇。准备这次比赛让我压力非常大，我一天就抽掉一包烟了。我朋友跟我说啊，不要抽烟啦，压力大，去打手枪啊。这样我一天就要打十几枪哎，打完枪我整个人就想抽事后烟啊。对，我是一个大学生，大学常常要做分组报告。前阵子期中考，我跟我的组员吵架，他对我说：“田宇，这次的报告你什么事都没做，我不是负责上台报告吗？带你们来学校啊！”别生气啦，我快到学校了。我报告完了，你不用来了。老板，我蛋饼干内用。再一份国少一面。我发现像不少大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喜欢吃东西，我就不会，因为这样很没规矩，而且我上课都迟到，我早就吃饱了。然后我因为科系的关系，我认识到有些动物会用鼻子喝水，大象、食蚁兽、插鼻胃管的老人。对不起，食蚁兽不用鼻子喝水。我是读老人照顾系的，刚刚有介绍到，不用怀疑。我读老人照顾系的时候，我家人很担心，我说啊，为什么要读老人照顾啊？遇到难搞的老人怎么办？如果我遇到老人讲说，我就是不吃药，我就是不晒太阳，他能撑多久？再讲啊，我这。然后我今年寒假到安雅就去实习，我实习第一天就碰壁，前辈要我说尽每位老人的名字，我真的记不住，他们死太快了。我朋友就跟我说，不以为然跟我说，哦，记不住名字还好啊，你全部都叫阿公就好了。啊，假如你今天是一个专业的照顾人员，在专业的安雅机构说着。阿公吃药咯，会有八个阿公回应你耶，七个、六个、四个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其实有时候照顾老人没有想象中的困难，刚接到 case 就结案了。对我来说，在照顾的这段期间，如果真的要说一个困难的事情，就是帮老人洗澡。然后机构学就跟我说啊，不要把洗澡想得太复杂，帮老人洗澡其实跟玩芭比娃娃一样。他就说，你要先跟芭比说，来，芭比来去洗澡澡喽，芭比我帮你脱衣服，芭比我帮你洗头，肯尼来帮芭比洗澡哦。真的，帮老人洗澡就像在玩芭比娃娃，但学姐不知道男生是怎么玩芭比的，我们会拆了芭比。千万别对男生说把老人当芭比娃娃，老人没那么耐玩。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是一个照顾人员，身为一个照顾人员，就是必须要有基础的急救知识，像是 CPR 不是每个老人都适用的，因为 CPR 要压这里，要对准两乳头中间这里。有次有个阿妈就在我面前晕倒过去，阿妈，走吧，要帮他 CPR。阿妈吸票，吸票要两头中间，阿妈两头中间是肚脐啊。这时候我旁边的人跟我说：“快点把胸部往上推。”我赶紧把阿妈胸部往上推，阿妈被胸部打醒了。在机构里啊，就是会遇到一些很好色的老人，然后通常这种好色的老人都会派我们男生去照顾他们，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派女生去照顾，我们担心。这种好色的阿公他会纵欲过度啊，然后说我们在机构的时候，就是会看到一些老人他们插着鼻胃管，我就是很难过，我就看到那个鼻胃管，就我在里面倒可乐吗？好，最后我想跟大家说，就是在照顾老人这段期间，我发现会需要做照顾老人，都是因为身体健康出了状况。我希望大家老之后可以把身体照顾好，万一身体出状况的。记得联络我好吗，各位芭比？谢谢大家，我是田宇。
各位，其实我妈前几天住院，我本来想问她的，去死。好，那我们请评审讲评一下。我们首先请俊帮我们说明讲评一下，谢谢。好，铁旅是其实你有很多段子的前提，还有反转，还有它背后概念是很有趣的。但我有观察到一点，你习惯用很高能量，包括声量或者是你的肢体去做强调，但我不确定，因为它跟你的题材会不会形成一个冲突？就是你讲的其实会比较接近黑色幽默，就至少今天的内容。但是通常这种东西，他可能会要求你相对冷静吧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可能真的很开心。如果那个是你自己的话，那你活该哈。因为我会觉得说服力对我来讲好像就没有那么高，因为我会看见你很用力，嗯，对。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更加信任你所构思的文本的前提跟反转，他们其实本身是有力道的。但是如果你两个力道都吹到底的话，会让我觉得就那个总体的说服力会反而会打架，对，这是我观察到的，你可以想看看这样子节奏，嗯 ，OK， 跟节奏不用关系的，嗯，对，谁讲节奏了？是我，哦哦哦，龙哥没你的事哈，好 ，TQ 嘛有什么想法？其实我很喜欢铁宇的速度啦，对。就是，其实就是节奏。嗯，我觉得他执行的速度上来讲，我可以，我是赞成的。哎，我没有比赛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龙哥没有你的事。然后对，用力来讲，我觉得是紧张啦。对，因为我看过铁旅的表演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可以问一下俊，就是在执行地狱梗的时候，怎么样比较不会紧张？我觉得每个人上台，尤其在前三年，应该都会紧张。但我自己啦，我是会告诉全世界说我一点都不紧张，即使我很紧张，就你懂这背后的逻辑吗 ？OK， 你得欺骗全世界，以至于欺骗到你自己都相信你一点都不紧张，但你还是会紧张哦。Q 宝，你听得懂吗？懂啊，当然懂。开玩笑，哎，我接触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龙哥，我再强调一下，真的没有你的事情。这个精神缓解，啊，开玩笑，对啊，就是对，我觉得紧张一定是必然的，但是只有透过不断的尝试跟上台，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需要改掉的东西，你不要去对抗它，你试着跟它相处，这样子，嗯，对 ，OK， 我觉得勇气可嘉，因为我看到他在台上就是硬执行，嗯，对，其实我喜欢看的反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一个表演者他紧张，他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。因为这是比赛，嗯，老实讲，这还真的不是 open mic， 也不是售票，嗯，他们拿不到钱的演出，嗯，对啊，所以蛮佩服的，对，加油，谢谢。